一定要做的是善事，就是帮沉闷的婚姻生活制造一点乐趣。好像当中有很多对已经传说是要离婚了，因为加入今天的节目，所以感情又就是死灰复燃。我觉得靠我们这个做法，应该只会害他们更加速拆散吧。一路完好像就签字。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有勇气答应我们这件事情。不过听说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夫妻因此稍微多了一点情趣，然后不是被我们逼的话，平常也不至于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主办就是康熙明星夫妻舞蹈大赛，真是一个奇怪的比赛。是，你跟你先生会？我跟我老公一起练过那个国标，哎，然后他会。可是我们练的情况是我已经很有鬼了，怎么办？有鬼在哪？你刚刚有讲到我吗 ？S。我是麦克，你是武棍吗？我是哪边啊？啊，我是武棍麦克。啊，你是一个水某，你是一个水某，你是一个水某，水某。你是一个漂亮的老婆。还有呢？啊，对。你不会不要脸，你不会不要脸到想要我跟你共舞吧？我想请你跳一支舞。我不要。啊，真的吗？需要武器打耳光吗？我们其实在家里面练的都很夸张。好了，我们要邀请明星先生们先出场哈。我们欢迎第一位明星的先生。欢迎来的师姐好，汤哥好。这是你觉得我们很冷漠吗？没有没有，因为我一出来感觉好像没有人想要欢迎我的感觉，我就愣了一下。我刚看到你确实是立刻放空了一秒，哎，在想说等一下要吃什么。你干嘛穿这样？因为我们跳的是民俗新疆印度风，又是跟六福村借的衣服，借湖山世界。民俗类舞蹈很不灵啊。不会，我觉得很棒哎。可是也不会有太太就是跟你性感有磨蹭的动作。而且灵感来自于我的偶像周星驰，因为他有一部电影里面有跳这个舞蹈。好吧，你竟然抬出他来了。对。可是，一般舞蹈比赛里面，民俗类的比较是技巧上面好像可以稍微亲切一点那种，对不对？民俗类顶多夫妻俩会有互动，就是太太在前面，然后两个人你知道？你怎么都知道？最讨厌看这种舞蹈了啦。但是还有一些合体技，还是有一些惊喜啊。合体技，他会在你身上攀爬的吗？之类的。好，我们要欢迎这位夫人出场了，看她打扮如何。欢迎她。其实没有差那么多啊，没有，他现在有踮脚，啊，还有踮脚，所以平常来都是穿高跟鞋，对不对？对。听说你本来以为你先生会推掉这个邀请的，对，我很希望他推掉，可是他竟然跟我说，哎，好哎，要去跨麦，然后我就说哈，香蜜，我觉得超有趣的，说好应该就是夫妻生活应该已经出现了一些沉闷的那个气氛了。你是不是已经觉得两个人之间没火花，想说来玩一下这个？没有，我觉得这个会让我们留下永生难忘的回忆。他是说做一点蠢事给以后小孩子看也不错。所以今天舞蹈会很蠢，对不对？该吧。今天一整集都要一下升高，一下这样子，就好累，踮脚尖好累。穿这样有很害羞吗？还蛮害羞，因为我很少穿这样子。哎呦，就我访问你，感觉好像很势利眼的，因为一直。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真的是。那你借我穿一下。你应该蛮少有机会这么势利眼的。怎么样？练舞练多久？太简单。两天。他是不是有骂你？有啊，他很爱骂我。因为他会很容易忘记舞步啊。我跟你讲，他们夫妇讲这件事情，恐怕跟婚后已经开始出现问题有关系，也就是太太竟然已经变成会顶嘴的人了。这是一定要的。这本来太太就是娶她，就因为她很温顺吧。对。就现在竟然变一个人，这样好吗？对啊，他就开始就是，比如说我以前叫他往东，他就不会往西。对。现在开始会往东北、东南，就是跟我的方向有点不一样。然后会对你有重口气吗？会啊，就是比如说我说哦，你怎么那么笨，怎么都忘记啊？你可不可以闭嘴？然后就开始会顶嘴。天哪。对。所以你怎么了？因为人是会长大的。就一直这样小猫咪，但是它会变，有一天会变老虎。这就是先生开始诧异，说我娶的是谁，对不对？对呀，对呀，跟我娶的原本结婚多久？才两年，才两年就已经开始变了，对不对？对，开始走心了。可是你就会想说，你以为你是谁啊？就是你凭什么在跟我大小声？女生你们这样就违背消费者的那个利益。对啊，我们买的时候上面保证说名字叫写，不哪里哪里哪里来三口饭来一张嘴。对，娶回去之后，哎，退货，我要去找小宝帮我退货。过期对啊，不能老公都不成长啊！你娶回家还要在那边耀武扬威，就会让女生很生气啊。那你当初就要讲好，说我三年后要成长。
对啊，没有女生的心情会想说她会慢慢的越来越好，没想到男生有时候在原地踏步，朽木不可雕。哎呦，扶不起的阿斗。你呢？所以他应该要与时俱进，对不对？他不能够这样要。但是我有进步 ，OK， 我真的有进步。好，所以这一对看起来练武过程中有产生一点乐趣吧？好，欢迎你们，请坐。谢谢，欢迎你们，欢迎。好，这一对如果是民俗的话，希望后面的人练的舞稍微难一点。对，有一点可看性。好，我们要欢迎下一对的先生。哦，哟嘿嘿。台湾有个丁二，不是 me。啊，你那是道具吗？什么道具？就是是有刻意加什么东西上去，是不是？你说毛发吗？胸毛，这是遗传呢。你今天穿这个意思是要跳街舞吗？嗯，待会看了就知道。OK， 还好，会不会很热？很热。这天气大家都穿那么少，我穿得上。但是我要感谢一下这个 Jason。哦，这是 Jason 借你的。对 对，这个眼镜啦、戒指啊、手表啦、项链啦，然后这件外套都是 Jason。你等下整集都要穿着这件吗？你可以吗？我试试看。OK， 今天太太辣吗？辣。他会在你身上缠绵吗？等一下。会。所以你刚刚听到前面那一组是民俗舞，有笑出来吗？差一点啦。但是他们说他们有合体技啦。OK， 希望你们很厉害。OK， 我们看看夫人的打扮喽。好，我们欢迎他。性感小野猫，嗨 ，Joanne， 欢迎你。你好。这有搭吗？怎么突然？怎么没有声音呢？哎，没有声音，好像没有，就不见得你们两个有关系啊。不是因为你的风格不太适合出现在那种 hip hop 的 MV 里面啊。他就是很温柔婉约的样子，不是吗？对。所以你怎么会想到要选这个舞？就真的是很大的突破哎！你以前跳过舞吗？不太跳。他以前是专门顾包包的。对。就是去舞厅，然后就是没有下去跳舞，就在那边顾包包。所以你是连基本的左右摇摆都会抓不到感觉吗？很僵硬。对。就觉得你这一次是因为先生答应了，只好答应，还是你自己也想试试看？应该是配合他比较多，所以他说好的时候，你有没有骂他说你干嘛、啊？有一点啊。然后后来我们去那个老师那边的时候，老师跟我讲说，我跟老师讲说，老师可不可以舞蹈动作多，我来多一点？老师说谁要看你啊？人家是要看你老婆，好不好？真的是。我有一段会在后面当背景。很好啊。所以私生活中的你有喜欢他那个东西吗？还好。你是说你会这样？你现在才讲还好，你为什么当初认识的时候就说还好？因为你如果就比如说躺在他胸前的时候，不就是会一直这样？对啊，真的会。所以要先把它弄顺，弄顺。所以先往下压，然后再躺。对。所以这次练舞过程中有快乐吗？还是说其实压力很大？他压力比较大。对。对。有因此吵架吗？没有吵架，他算蛮鼓励我的啦。你有一直说你太太很性感是不是？跳到后面的时候，对，因为他一开始真的就是连性感的动作是完全不会，就是那个脚要出去，他会这样，就是会卡住，然后很糟。跳第二天的时候开始那个速度和那个节奏有出来的时候，我说哇，老婆你这样真的很漂亮，很性感。所以你们回家有练习？有。在练的时候你会不会忍不住想抱住他？小孩在忍住，可是听起来有开拓一些女性新的领域。有，欢迎你们哦，请坐。好，又，我们要欢迎下一位的先生。好，我们欢迎下一位。什么？什么事啊？跟谁不高兴啊？这个还差不多吧。两位主持人好。这就是他平常的样子。对啊，你本来就是会跳舞的人，不是吗？我不会跳国标舞，我喜欢跳舞，可是我没有那种节奏感。我很喜欢去跟朋友去跳舞。你怎么回来那么久 ？ABC 枪还这么重啊？我本来就是 ABC 枪啊，一直不会变的吧 ？ABC 枪是戒不掉的吗？应该戒不掉吧。我喜欢跳舞，跳了讲了二十几年英文吧，应该不会改变。可是你吃香的地方是在于你老婆本来就会跳舞啊。对，有钱会跳舞，但是我是对音乐跟舞步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可是我喜欢跳，所以我很愿意学。可是我不喜欢跟永贤学。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假如老婆跟你有一种
这个怎么讲，你们的这个差距太多的话，他一直在跟你讲怎么跳，所以我们每一次跳舞都会吵架，100%一定的。因为他在跳的时候，你跟他跳，他会说转，好，左脚，右脚。在提醒你，不是因为老师讲不一样，老师说转，我会转，我会听得很舒服。好，左脚，然后老师会说停停停，你刚刚这样不对，你多了一个左脚。可是永贤讲的时候，他是这样子哦，他是给你跳，然后转转。好不耐烦的表情。第一次还好，第三次他就直接，他就老师，就叫老师讲。态度这么嚣张？不是，他就是那种很，然后不是我不想学，可是我根本跟不上。他跳3、4次跟老师，他就知道了。然后我是要跳3天，所以他有时候一跳跳，我一踩他脚就。或者一踩他就啊，后来有时候他最讨厌的，最讨厌他就是跳到一半，然后他停，他就坐下来。老师，你跟他跳了，就很嫌弃你。对，然后我也不会怪他，可是你知道那种因为那种 level 不一样，所以很麻烦。所以他只有跳舞这件事情这么嚣张，还是他每件事都跳舞？他跳 OK， 他跳舞比我好，他游泳也一样。他游泳也游得比我好，所以他在泳池也这么嚣张吗？对，泳池的时候，他每次跟我讲，我就有时候在游，他就说不对啦，要直的，手要这样进去，然后要游到后面，直的这样出来，然后手进去是要用力切下去。然后我说我游一个泳，你要这样跟我讲吗？他说你游就要游对，不要看就不要游。可是其实我对他也是这样，因为假如是我会的，比如说打篮球，我一定对他很严格。所以他更不选。所以有些夫妻会一起去练舞，然后练到最后感情变得好，你觉得那不可能发生在你们之间吗？我认为我的意见，艾利克斯的意见跟大家讲，假如是夫妻的话，除非你们等级是一样，不然不要一起练，不要去练，都不会，然后一起两个都不会就可以，因为两个都不会嘛。对，或者是两个都很屌，那就可以。可是假如有差距的话，就不一样。水准比较整齐，对不对？因为永贤比他厉害很多，对，前面两队是都不会，所以。永贤这样还会想出来吗？因为刚被形容像恶魔一样。不会不会，因为他是，我觉得他是专业了。那他今天这个，他今天这个打扮，你有称赞说好性感吗？他应该都天天都蛮性感的。哇，好会讲话，加分啊！不愧是 ABC 哎。你刚才跟我讲说，李永贤穿得很像那个加油站的自动洗车的那个。这我讲的吗？你刚才不是讲这样，他都出来踢你一把，把你胸毛拔掉。他今天这一次这两天还有真正忍住，有时候看到他要这样，可是这个我也有感觉，就你讲啊，你就骂啊，讲啊，你要讲就讲啊，忍住就好了，你干什么要这样？所以你一定是有很值得骂的地方啊。没有，因为有时候因为我真的踢他脚，踩他脚好几次，然后你知道女生又是那种她鞋是 open 的，我们脚趾是外露的，对，我们是有穿包起来的，所以有好几次我踩他脚，然后他就一踩他就。就忍住，他没有讲话，所以我知道了。后来有几次是打到他，有几次我就用手。哇！要不然我会直接。我们有个动作，等会儿会看到是转很快。然后有一次我真的打到他，真的很痛。然后我一打，我他就跌在地上，他要跌在地上。他应该只是趁机吧，没有没有，趁着练舞。过了差不多半个钟头后，我发现他也打了我一下。OK， 可是那个动作很困难的，有这种动作，就是对，噗打一下，故意的，谁设计的？我有这样子动作，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就是一个手肘直接打到。最后是互殴吗？对，后来我们讲，后来就说 OK， 我 even 了，而且户外不用拳，都已经用肌肉。对。好，我们要欢迎永贤出来喽，欢迎永贤。加水了！我知道你为什么说他一起车，真的是一起车。要加水了，很漂亮啊！你来参赛就太不公平了，对其他人。不会啦，不会啦，因为我很久没有练啦，大概有生小孩之后都。所以这个邀请是谁先答应的？是永贤先答应的。对，我听到有机会可以学舞蹈的，我就说一定要。对，后来我们同一个身材，可是他没有说，他没有说跟老公一起，所以后来他说是跟老公一起，我说哎，等一下，我要想一下。打电话给我说我们要上康熙，我说哦要干嘛？他说要跳舞，我说我不要，他说永贤已经答应了。OK。
OK。所以你有觉得你老公是在舞蹈方面是笨的吗？不是笨的，他没有节奏感，你知道吗？你就是什么意思？我没有节奏感，真的没有。而且他很你没有节奏。老师在排，然后他自己也在数，然后我自己在听，左耳在听音乐，然后右耳听他，就是整个都不对的，一二三，他一二三，然后屁股跟肩膀都是不同的，然后脚也是不同的，就整个都乱掉了。他到最后说你不要数，你不要数，对我来数。我说你要听音乐，不是用数。我是男生、啊，所以你不会数，你不会数在拍子上吗？我们跳操手是三拍三拍，而且你还漏掉一个，你还把我的头发拔抓出来的。扯你头发，因为我真的我要在地上滚下来，我滚了，然后他踩到我的头发，然后就把拉我整个一把头发就不见了，你不觉得很气吗？昨天早上是我不小心的，他应该只是趁机想要杀你。他每次跳的时候，应该是往后跳的时候，他膝盖会先起来的时候，他会踹一下，踹一下，你知道吗？我整个大腿都好酸痛哦。他根本就是想杀你，真的。OK 的，很痛苦哎，所以很可惜他survive。我是应该的要骂他，你有没有觉得他很难死？就是你已经出手那么重了，就他。健康，我刚忘记了，真的我有踩到他头发，可是我觉得不是我踩，是他滚到我脚下，然后进了头发飞进去了，我一拔就啊，你怎么搞的？所以等一下有时候可能看到你们互殴吗？应该不会了，应该要排完，就是跳完以后可能。所以你等一下跳的情况是你听不见音乐的，是不是？是，基本上我都听不到音乐，我只要知道我自己要做哪一个动作。所以你要帮他喊一二三，我不要帮他喊，我发现其实我跟他沟通，我们会吵，然后我就跳自己的，我闭眼睛，我最好是闭眼睛，不要看到他。他昨天我们跳的时候就好像没有他。我们跳最好一次，他是闭眼睛跳。可是他不需要牵你吗？你闭眼睛怎么知道他在哪？我就跳我自己的、啊，然后我没抓他，对，我没抓，因为我看到他整个，置身事外的跳，好辛苦你们了，谢谢。S 下一对是超级灾难呢，因为她老公是不行的，怎么办？舞蹈不行啊，对不对？不行这样说，因为我们接通告的时候，常常都会问还有哪几组艺人。对，我们说，哎，我们过来，哎 ，OK， 马国碧 ，OK， 好，有点紧张。然后听到第四组一来，好 ，OK， 我们都接。然后到最后，因为在练的时候，我们在刚在蕊的时候，大家还是会有点紧张，看到对方的第一次，对，看到第四组一跳，哦，我刚刚还，其实我坦白，刚才有点紧张，真的。第四组很古怪，就是他什么都敢做，哎，他明明做不到事情，他也答应我们，我真的觉得很好玩吧，他很有信心啊。我们先让先生进来吧。好，我们欢迎。来，哎，这里是哪里啊？什么这里是哪里？你这是什么服装？哎，我的地下舞厅啊！我不懂哎，这是你怎么可能有人国标舞是穿低腰裤？裤子是我自己的，因为老师要借我裤子，但是我觉得男生借男生的裤子啊，脏脏的，怪怪的。不是，没有人国标舞是裤头在这的，而且你这是什么？勒起来啊！你怎么会有这个弧度？很妙哎！没有了，你好像花生哦。没有，我是创造国标舞另外一种不同的时尚感。我知道，因为很多人都穿到这样，真的很穿到这里来的。那抖动的时候，就你会觉得很滑稽。请问你如果在真正舞蹈当中，你可以把肚子这样提起来吗？就是不要有这个。你说提起来？就是对，变成是没有。可以，但是需要靠手。呼吸不行，没有办法。哎 ，Kimiko， 是裤子可以吗？没有，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把那个国标穿成飞鼠裤的感觉。是啊，而且这也不是飞鼠裤啊，而且是打折裤了。我记得有一年在这个节目跳那个 MC Hammer， 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有。
那次以后呢，我真的打通任督二脉，所以你们一直把印象停留在当年我跳那种这种。那是肚皮舞吧？你还记得这个舞步啊？哦，但是我现在不一样，你刚刚看我摆那个 pose 就知道了，有没有？旋转超人没有？有没有？有，我觉得起码比刚那个动作快很多。不要想，不要跳，那个是他真正的我要跳的。真的吗？真的啊，不是这样闹的吗？这是真正的舞步。你应该知道这个叫什么嘛 ？Jump,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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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p。杰夫来了，俗称的街舞，街舞，街舞，不是街舞，街舞。所以你跳这支舞只是为了想要踢你太太吗？是啊，等一下，你看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你有经过你太太同意接受这个邀请，还是说是她很想要玩？她很想要玩，她想要玩。对，因为她喜欢跳舞。我不相信你的话。真的，她很想要跳舞。他一定是你自己硬接，然后没有经过他同意，他最后硬着头皮。没有害他的。他曾经跟我拿了一笔钱去缴学费，好去那个阿美老师那边。啊，学街，后来我不让他学，因为学那个学完以后回来都会变假 A B C。哎，老公又你好，老公。你怎么连假 A B C 都不会演呢？哈哈哈哈哈！我跟你讲，我模仿能力真的很差哎。为什么要这样子？不是，你们假 A B C 不是都这样吗？没有，那是这样子。这样子。好，这样。他是个很马虎的，对，而且看到哥刚我一进去的时候啊，就玉林哥坐在那个化妆室的正中间，在传授大家跳舞的秘诀。真的假的？他很认真的跟大家讲说，跳舞要冥想的，那是不够的。谁跟他说跳舞要冥想啊？没有，是他们都是看袋子，然后再用想象。数拍子，在数拍子。我跟他们讲，这样子不行了，你一定要去做那个动作。啊，因为你没做那个动作，你打跳的时候，你瞬间反应不过来。还有一个重点是，为什么会有乡下人来参加我们身上的？熟熟风啊，怎么会有乡下人来参加？他们是六分的员工，做飞毯了。要不要看大陆神？喂，哎，请问你太太今天穿那个衣服，你有称赞她很性感吗？真的很性感，但不能叫做性感，是一种甜美可人。散发出花香。那你太太看到你身上应该觉得是可憎跟恶心。不会啦，因为她觉得我这样很性感啦。刚我们在后台的时候还意味着，她觉得说哇。意味着，然后呢？对呀、啊，然后她觉得说我这样子打扮很迷人，很迷人，很婴儿，有一种婴儿的感觉。好，我们要欢迎夫人进来了。有点像是儿童要装性感的样子。我是儿童，好不好？你很适合穿这样啊。这好像是游戏来穿最少的耶。对，而且这个屁股都露出来。对呀、啊、对呀、啊。哎，美丽，你麦克风不拿，用手机也带出来，拿出来你很丢脸。好，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看一下背后，看一下背后。好了。哇。所以有不安全感吗？还好了，就穿习惯。可是你老公刚才说是你要上这个通告的。没错吧？你真的愿意吗？还蛮开心的、啊，因为接了这个，然后我们感情就变好了。真的，真的。所以本来有多不好了？本来就很好，然后后来就更好。真的吗？就练舞过程中都没有吵架吗？没有，因为艾利克斯他们是殴打对方。我说 level 要一样。他们是因为明显的永贤比较会跳，我们两个是，那我们两个因为他差不多，是很会跳，对。你有指望是跟先生跳吗？还是你其实是希望跟别的男明星跳？我是怕他体力不能负荷。我们在练舞的时候，我们那个 David 老师 ，David 老师是谁呢？刘真的绯闻男友。出卖人家。David 老师在教我们的时候哈，那 David 老师因为空无有力，所以有一个大车轮转的动作，然后示范给我看之后，砰转过来，我老婆整个双颊泛红，然后我就有点不高兴，我说干嘛？你很开心是不是？他说没有啊，我说没有让别的男人抱过。然后 David 老师有点偏心，他教女生很用心的，说雅雅你这边要怎么弄？然后我这边自己在那边苦练，我说哎 David 老师我这边啊你就这样就对了，走。那你会转你太太哦？会，有很多很高难度的动作。那个很危险呢。我学会了。
值了。而且制作单位千交代万交代，说我转完他以后一定要转你。我不会让这件事。你干嘛暂时无视啊？我是有吓吓。小一直有吓到，我知道。你有在幻想那个画面？好了，因为你等下会最后一组跳，所以你有多一点时间储备能量。等一下，我在那边打坐哈，我也养精蓄锐。我们不要吵你，不要吵。万一你又辛苦了。我们呢，今天因为请大家都换上了舞衣，结果我们就请教他们一下，说看到了女生这些穿舞衣的样子之后，心里没有对谁动心哈。好，我们今天呢，请大家先观赏一下彼此的舞伴，然后要选一下。那当然没有问题，就是大家都维持了夫妻的风度，起码觉得最迷人那个就是自己的另一半哈。可是呢，我们先问，比方说李永贤小姐，她当然觉得 Alex 是最帅的。然后仅次于 Alex 呢，他选的是马国碧。哎呦，我就觉得今天的穿着就很帅。如果你要跟其他人比起来的话，我很喜欢这种 hip hop 的 style。艾利克斯呢，他看了这几位女生之后，当然他觉得永贤就是最漂亮的。然后他第二名选了 Joanne。他说有点可以跟李永贤拼一下的感觉哈。是吗？然后他最后一个。名次给的是雅雅 ，doesn't look comfortable in her dress， 就是啊，那怎么意思？翻译一下，她穿这样的衣服好像不是很自然。你试试看穿这个走看，因为你刚刚走下来真的有点害怕。驾驭这个衣服，对，你要有信心哦，要像女王这样。真的很怕，对，害怕，像小红帽在森林里面的感觉，肩膀太高了。因为她说不定穿。露这么多比较少，因为你可以教他一下怎么走，看起来比较像穿这个衣服的走法。可能就是胸部要提高，然后屁股翘起来嘛。那你走的时候，你屁股就哦，哎呦，但有屁股要动一下，你刚刚可能就是有点太硬嘛，那有点同手同脚的感觉。然后再试试看吗？肩膀就放开一点，就稍微一点就对了。放松，肩膀放松。有点同手。对，我知道，因为你走路通常都讲到同手同脚，他是同肩同脚，哎，不容易。这个只有在七爷八爷出巡的时候才看得到。我觉得他的身体，他身体跟沈玉琳有配耶。沈玉琳那么配啊！她走路的第一步是肩膀先出，对，肩膀先。黄丹薇选的最漂亮女生不是她太太哎。我有写原因啊，好，原因是什么？你觉得最美的是Joanne哦？对，我觉得最漂亮的是 B 哥老婆。好，所以你说你不选，电话里面有你的电话，真的。而且我每次看你看Joanne的眼神就是不一样，真的哦。对，真的，你要小心，你要注意这种。哎，你们很会煽风点火哎。养老鼠会咬布袋。黄丹薇为了客气，把自己太太列在最后，所以他心目中真正的最后是雅雅啦。对，他说是被玉玲哥拖累。不是这样吗？不，大家都知道。啊，琪琪呢？他觉得黄丹薇当然是最帅的，然后他把沈玉玲放在最后一名，说他 gay 不 gay 管。所以你不怕沈玉玲哦？没有，大家在这边应该是都平等的吧？什么东西都平等。又不是法院，你是说你人生中会遇到不平等？只有在法律之前才是平等的，走出那个圈圈就会不平等。走出圈不平等，谁跟你就是喊玉林哥好，要这样子哦，在比赛场都一样啊，一样是。你说如果是宪哥跟你坐在同一个比赛场合，你也敢开他玩笑哦？应该 OK 吧？大哥要有那个气度。没，大哥通常都没有。你不要害我。好，那Joanne呢？他觉得他觉得最帅是 Alex 哎。有没有？难怪，我有那个童年记录。你喜欢他声音是不是？对啊，我觉得他声音很好听。我觉得他声音很做作，感觉会有回音，这样很像广播电台。对，很好听。那我每次在假装 A B C 的时候，你在骂我说你可以闭嘴吗？然后我可是马国碧的声音真的比较没质感啊！你的声音比较没质感，是真的吗？你叫九。然后他现在他自己现在马国碧说，我们在比帅，他现在他超有方向感的，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找不出来帅气在哪里？对啊，就是。
我还蛮欣赏他有方向感。九恩，你现在看你老公有不顺眼的感觉吗？不会到不顺眼啦，就是其实真的跟平常比好很多了。九恩，我觉得你要好好抱一下马国碧，因为他写第一名，九恩在我眼中永远第一名。还有心中，眼中心中都是第一名。哇，虚伪。录你要录你家那么大声骂笑好不好？终结。好，所以今天这四对舞蹈呢，你有办法评沈玉琳跳的舞？可是因为他老婆在旁边，现在至少眼睛看起来还蛮撑得上，对，撑得起来。对，真的呀，他救了你。所以看会不会就是对帮他？真的，因为他一看就是来拼的，对，对不对？然后玉琳哥就是来混的，所以有些那个通告不要乱接啦。看我跳就知道，真的。我刚刚是那样，你都感觉不出来，我都讲了厉害吗？这个到底是什么？就是在彩妆吗？还是什么？我一直猜乱拳打。什么什么？这个蛮难的，这个真的很难呢。踢毽子是不是？手需要这样吗？不行，我要保留实力。我想说你上次在康熙跳完舞之后，在上海路上有人叫你跳舞，很轰动啊。然后有一次我在上海的街头啊，你不知道沈玉琳啊，然后接下来就跟我说街舞，来个街舞吧，来个街舞。好，然后我就得一都真的没弄。上海街头，真的，上海街头配合路人，他们要我表演街舞，然后他们有称赞说好吗？他们对啊，就是我在跳的时候，他们都比赞赞赞这样子啊。所以你是说上一次你跳了舞之后，你觉得演艺圈的反应都让你很失望？很失望，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我在跳的当时哈，你说后排的艺人，因为艺人普遍见不得人家好，他们在笑也就算了，然后我瞥到左边你们也在笑，那也就算了，前面的工作人员也是笑成一排。好，所以也在笑。对，所以我就觉得摄影棚哈很冰冷，很没温暖。可是呢，节目播出以后，我出门在外，我感受到民众的热情，他们都觉得说，以后你就走这条路，你找到你的定位了，你应该继续往这个路线去发挥。真的哈，所以大家对你，观众对你很好。对，观众真的对很好。所以这也是给你信心，今天敢跳舞。没错没错，所以我秘密筹备，从那件事情 MC Hammer 事件到现在，差不多事隔三年。这三年来，我辛辛苦苦的，我闭关，我努力，我为了什么？就是期待今天要复仇，要血耻。我们这个单元是临时想出来的。我们只练了两天呢，对啊，练了三年了。他现在等待这一天的来临。练了三年，来是要录别急的。这个练了三年哦。啊，请问你们黄德华还记得舞步吗？他刚才才问我说，等一下玩的时候是什么？因为我之前有练过一些很奇怪的戏的时候，我记还蛮快，可是他完全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所以如果你老婆今天没跳好，你会骂他吗？不会，因为我们在练的时候，我就會一直骂他说，怎么会一直忘记？就刚才你在说的时候，我有点愧疚，其实我也会一直骂他。琪琪，黄德华最常骂你的句子是什么？这句话是会立刻翻脸吗？就默默走了。屁啦！我有时候会说，然后他说：“你再说一次谁？”他会这样子回我。你骂他的时候，脸是严肃的吗？不是，是生气的，很凶的脸。认真骂，认真骂。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做事情，你就要专注。我觉得他都没有专心在，我们在练舞，我们就很专心把它练好。可是我觉得他一直在想别的事情，然后一直在分心。明明就很简单舞步，可是他都连贯不上。我就说你可不可以专心一点？那骂了之后他会立刻改正态度？没有，更糟。对，怎么会这样？就没有信心。他应该说哦，你好棒，你好棒之类的。越骂他会越紧张，越对啊。所以等一下你等一下他的表现会符合你的期望吗？我应该会在旁边就是加一些口号什么的，口号一些口号，对，提点他这样。啊，第一对夫妻是琪琪跟黄登辉，邀请他们上场。
年的感觉。我真的觉得我们跳完之后感情真的变超好。我很谢谢康熙来让我们去练这个舞。我不懂刚刚那个有什么好让你骂你太太的？不是，对啊，就这样而已。刚才我一直在后面讲口令，不然他会。那没有舞蹈，那只是这有什么好跳两天？你们一天里面练多久？两天。两天。这个要练两天吗？要。哎，你们从头到尾就这样。对。然后这样要两天。玉林哥，这个蹲 TT 是有难度的。啊哈。啊。很累，有这个动作。玉林哥，把试试看。啊！不要不要，不行！太高兴，因为当我那样以后，我等一下都没有办法这样，差点中了敌人的计，差点就中计。丫丫，你好机灵哦，你因为他在保护他自己的生命。第一个动作就好令人错愕哦。他在他背后干，第一个动作在他背后干嘛？没有，我们在噔噔噔噔，就一进一出。可是看起来好像没有很整齐耶。没有，因为我跟他说噔的时候，他而且噔好久，感觉时间好像就停止了一样。然后噔的时候，我蹲，应该你们看到会是这样，应该没有，因为你看你们都还是弄出来。你真的精彩度非常低耶。有趣吗？有趣啊，有趣。对，哎呦，童趣，有童趣。有。Kimiko 那个舞是有办法跳的比较专业的吗？他是可以跳的好看的舞，那但是他可能不适合这一台，他适合。我觉得其实如果说像那个忘年之恋或者是老夫少妻，其实还蛮适合这个系列的，是有一点可爱的路线。但说真的，今天琪琪跳的比较好。哎呦，真的真的吗？有，我也这么觉得。他的问题在他太紧张，他一直在 cue 他，而且他一直在，我觉得他一直想发作。就是他在跳舞的当中，他一直在我的角度刚好一直看到他在瞪他，因为他一直在看他什么时候会跳错。然后琪琪就很自在，因为他就不管豁出去表演，反而好看。然后就变成是他的拍子都是错，因为他一直在等。而且琪琪捏可爱的动作都有配上可爱的表情，对，表情有出来。我刚才都有做，没有，因为你整个表演重点好像只是放在你要找机会骂你老婆。对，没有，我在教，因为你一直有在讲，蹲，你就是一直在找他蹲，所以你自己没有在跳，你叫他蹲，人家蹲了，你反而没蹲。对，因为你自己蹲的不够低啊。好，对不起，我下次改进。下次，没有下次。你现在有没有很爽？你现在有没有很爽？超爽的。而且结尾你懂吗？就是他们先。后来做伏地挺身，然后再用下巴做伏地挺身。好像说要越来越低的意思。没有结尾，其实他们想要有一种大家一起啊喘一口气，很可爱的休息。可是琪琪的部分比较有，可是因为他有点忘记，然后那个洪登辉又等着在骂他，就他们两个其实是一段，我觉得就是很明显的感情没有那么的好，然后就是在找机会要骂我找渣。我觉得其实跳舞真的会看出两个人相处之间的问题，对。所以你当初来就是希望你们两个留下一个片段，这样来给小孩看嘛？对对对对，好，让他们看看父母做了哪些蠢事，这样。真的蛮蠢的。所以我们成功了，我们有帮你们拍你们练舞的画面，将来一起给小孩看了。好，我们播出来。黄登辉夫妻是四组夫妻中年纪最轻的一组，所以老师特别为他们选了超可爱的民族舞蹈。但到底是可爱还是幼稚，我们就不方便多说了。琪琪音感超差，连黄登辉都忍不住破口大骂喽。为了让记性极差的琪琪可以顺利记住动作，黄登辉还自创了口说记忆法。看他们棚内表演的状况，该说是一开始就跳得很好呢，还是丝毫没有进步啊？还蛮甜蜜的，很感动，对不对？我们真的很努力，所以。万一后接下来，比方说尾牙什么，有人邀请你们做这个表演，你会去表演吗？我会觉得蛮有趣的，我会想去。我觉得很好玩。琪琪不想跳了。不要。你不想要再跟你老公一起表演是不是？没有啊，他一开始接到通告说，你让他回答嘛。对，对不起。没有，因为我就会很害羞，我就会觉得很蠢，然后。
因为现在大家在路上都看到我，就是他去做活动，他说哎你也琪琪嘞，然后叫我出去秀一下，你知道吗？我就觉得都会很害羞，所以我很想低调一点。你说路人说你的琪琪，他会叫你出去秀一下？对啊，秀什么？我在中秋晚会的时候，所有的乡亲都说他们要看琪琪，我就叫他上来给他们看一下这样。然后你出去要做什么事吗？就是嘿大家好。没有，他一出去就说哇好多人哦、喔，然后呢，然后我就说好这样可以，然后就下去。就这样。出来说好多人，对对对，有那么多人，然后遥控你就对了。我觉得好玩啊，就还蛮好玩的。对，琪琪他有做什么？最近有什么贴心的事情吗？哎，你说要吃臭豆腐？哦，臭豆腐，他带我去吃我想要吃的臭豆腐。所以你是有特别交代他说我要讲了两个月了。没有他。不是，我会以前他讲什么我都会忘记，可是他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他讲什么我开始会记住，然后刚好他讲两个月，你总该记住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就开始会记住他有交代一些事情，然后就会我就带他去做，然后他就觉得不可思议这样。对，所以你今天回去也没有机会骂他，因为他今天表现得很好。对，我以后可能不会再跳舞。琪琪，你在生活中有什么事情会被他骂说你怎么那么笨？他有一次被我骂哭是那个打电动玩具啊。打电玩干嘛要骂人？三国无双只有双人吗？对，然后有一个人死掉就要重来，他就一直死，一直死，一直死。哎，不是，我已经很认真看那个地图，然后他说一直叫我看那个点，我就看看看，就一直乱骂。可是我是在意说我已经很认真在陪你玩这个游戏了，那你还一直在骂我，我以后从此不陪他玩游戏了。对，不要跟他玩，不要跟他玩，讨厌。跟哪个地玩还比较好？所以你就哭着跑走吗？我就边哭边打。他就哭，我就哭边打。不是，我吓到你。真的，我完全没有就是真的想骂他的意思，只是我觉得他怎么会这么笨，然后就随口讲了，然后他就要开始，然后就边哭边打，我就吓到，我就叫他不要玩。你哭了之后，他就立刻不再骂你吗？对，就快把那关过一过，就不要玩了。所以黄灯会到底优点是什么、啊？不是我不是想骂他，你知道吗？我只是就是我觉得我懂啊，玩电玩的时候被拖累，觉得对很讨厌。对，你懂。因为到最后那一关真的很麻烦，要从头来一次。不是姐姐，你跟我讲一个他致命的优点，让你这样子对他。致命的优点呢、喔？他哦，就是有真心和真情吧。哦、oh. ，对，都感受到，感受到。但我的，但是你不晓得，夫妻靠真心跟真情是不能持久的。不会啊。所以你都用虚情跟假意的。所以你都是磨铁吗？因为我想认沈玉玲这种禽兽，你都不可能这样骂你老婆吧？不是，因为他们，因为我要讲什么？他讲什么？沈玉玲这种禽兽，应该只有这一句而已。为什么不能忍受？骂我脏话，他不可能这样对你吧？不会，骂我脏话，我就会骂回去，离家出走。他会离家出走，真的。因为男生有时候会有一些坏习惯，语助词。好，那我的语助词算短的，只会有一个字，不像他可能会五个字、七个字这种。那我一次也是不小心，就讲出来了。结果我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他三天就不回来了。哇，很恐怖。因为他觉得男生骂这种话，特别是对女生，他觉得而且会变习惯。对，你如果一次不制止他的话，他以后就会变成习惯。对呀、啊，你现在很骄傲吗？哎，我很骄傲啊。所以是雅雅教育你，教育的好啊。对啦，因为有时候确实那样子是不好的啦。刚刚还跟我讲说喝醉酒要先骂人，你这个输啦，我的妹。沈玉玲，你骂你老婆最狠的台词是什么？你为什么长得这么漂亮？你长得比女人这么花，白痴啊！我都听不下去，好恶心！怎么有他这种人？这样太太不是乐翻了吗？不会啊，其实我不会骂他，我把他当，我一直讲到说，一直把他以那个当小孩、当女儿、当宠物这样子。是。那宠物你不会跟他生气啊？像你养一只贵宾狗，你会为了它乱叫大小便？所以他跑，他离家出走的时候，你有吓到吗？我吓到，我真的差一点啊要去报警，因为他的离家出走方式是让你找不到人的，跟金友庄一样，就是打一直打到。就是你打电话给他，那他是不会接的啊。他不像有的女生哈，有的女生会装一下哦，他还说让你知道你在哪里，好，那这样会比较安心。他是不会让你知道你在哪里，这样你会担心他安全呢。对啊，所以我就很慌啊。但是他等到第三天才想去报警啊，因为前面三天很快乐啊，没人在家，对不对？你出去哇，好棒哦！到第三天，哎，怎么还？
还没回来啊。你离家出走的时候为什么不通知他先说起码你是安全的，这样他才会怕啊。所以你有离家出走很多次是不是？也没有啦，女生也不能常让他离家出走，他会觉得如果他一次两次三次的时候，第三次你就不要再找他了，你就宁可哈狠下心来。为什么呢？就跟骂脏话一样，他也会变成习惯，他以后动不动稍微一不爽哦，就离家出走，他要么就自己回来了，来报复的。可是就是我是建议离家出走起码要通知一声吧，不然爱的人会很担心，对，真的会，家人会担心，而且万一你出什么事他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你。像 Alex 这种高兴三天是很罕见的吧。哎，不要讲出来哦。是走啊。什么走啊？走完再走好不好？一出去就开始打电话给朋友了。林永贤不会有离家出走过，他才会，他会叫我走。出走呢？有一次我们在 L A， 我就生气，我就把哦，他有一次飞到旧金山，是要骂你吗？对，我骂他，吵架，他真的就他买飞机票就走了，对，去找他姐姐。可是他起码知道，他知道，我知道你去哪里嘛，这只是吵架而已啊，不是搞消失。还好，因为他搞了几天才回来，一个礼拜。哇，你应该不敢骂你太太吧？我有骂过一次。在马路上，你骂什么？在马路上骂英文还是骂中文？英文，骂英文。在信义路上，怎么了？我们有一次吵架，吵什么我也忘记了。看电影，我不知道。看电影完，因为我们从头，从认识到现在，我们都讲过，不行骂脏话，不行骂人。你可以骂说他做了什么事，可是不行骂他。然后我们也不行，就是有些脏话不行讲。可是有一次我忘记了，也是非常火，然后我们在信义路上就在打骂，两个这样骂来骂去，然后我就骂他。没有，你说他说，因为我们不能骂，然后就说 you acting like a right now。可是我一讲，我就知道了，完蛋。其实我一讲我就后悔了，我一讲，他转头我也转头，他就上了计程车他就走了，然后我也不行上计程车，他先上，你知道吗？最终他先叫计程车，我在他后面叫吗？走掉，然后先一走就走到那个松仁路，就右转一走，就走好久，没有据点。对，后来走，其实我在想，其实我不应该这样讲，可是也是一口气，然后他也气，然后我就回家，他有好几个钟头没有回来，然后后来最后是怎么和好的我也忘记。气到一上计程车要去哪里啊？对呀，就开嘛，就开车。就对啊，随便去找朋友啊，或是就因为我上计程车。我家离那边很近，我一上坐他一分钟就下来了，就到家了，很丢脸就走，就很丢脸。所以你当时有记得说不可以骂脏话，所以就算我有说过，就算他骂那一个字，你也不会倒过来骂他。我不会，我不会讲，我觉得你讲那句话你就没有办法收。对啊，对，那是永远都会记，我永远都会记得他有骂那句话。所以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在骂你了吧？没有，都没有，那时候就没有，就那一次了。那你有叫他说你出去吗？叫他离开家这种？就是我们吵架，现在就因为结了婚了，结完婚这么久，你要去哪里？其实他蛮好玩，我们吵架的时候是我会比较气，然后我会想骂，就是会想把他讲出来。他是那种不要跟你讲话，他就要离开，他马上就他觉得我没吵架，其实我们在一楼吵架。吵到一个程度，我就会好 stop， 我就会走到二楼，然后我就去玩电脑，然后他就二楼冲进来继续骂，我就到三楼，然后三楼继续骂，我又到一楼，他就是追着这样子，我在骂，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那你为什么在一零一吵？他就会找不到你。所以你听到黄灯会有没有觉得很惊人？什么？会啊，我觉得这样子我没办法接受，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其实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刘登辉。没有，其实我不是真的想生气的在骂他，我都是无意的。Okay. 就是我是这样，因为别人这样骂我，我觉得无所谓。那你都在里面吗？你在外面跟别人？不会，在家比较会，在外面比较就不会。就不会。在家就自己人的时候，我就跟他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比较不修边幅。是。马国斌，你现在还在维持婚后不出去喝酒这件事哦？对啊。要维持多久？没有哎，现在就也没什么人找我喝酒。这一点我是可以帮他作证。我就前几天我跟白云，我们拍完一个舞蹈，就是在贵节目《胖胖糖男孩》，后来冰冰姐邀我们去表演，
这几个胖子去表演这样子。你们在等一下，你们职业了，你天天在跳舞。你们在康熙对胖胖糖被邀请去别的节目，就这节目，而且现在还有很多围绕。就是这个节目在播出的时候，冰冰姐看到，她只看了十分钟，就打电话打我本人手机给我。因为她在那个有台有做，她做一个新节目。她说玉林好好玩哦，胖胖糖男孩，这是你们自己组的团体是不是？我说没有没有，这是康熙来了这个节目啊，这个设计的一个单元。她说哎，冰冰姐哈，邀请你们来那个渔人码头哦，帮我做一个活动表演好不好？所以我们于是乎我们几个人呢，就去你跟张克凡和对，还有马白云，还有白云啊，少了 NONO， 然后我们去老师那边也编了一个青苹果乐园，告诉我环球呢，然后我们就在渔人码头将近两万名观众面前，两万米，胡扯的吧？差不多啦，两万米差不多，有啦，连那个巴黎对岸的都算，对对，有啦，因为那个那天是中秋节嘛，所以人山人海是必然的。Okay. 然后我们就表演了我们团体的那个，就民众反应怎么样？非常热烈。当天有我们有陈晓东，好，陈晓东在我们后面。我们一表演完以后，我们觉得很欣慰，是因为原来他们是来看我们的。从什么地方可以证明呢？我们一跳完以后，观众就闪光了。然后陈晓东出来的时候，哇！马国碧今天要跳什么舞蹈？不是，你要讲我喝酒，怎么讲到表演那个地方？对，然后我说我要帮他作证，是因为那一天排完舞以后，好，那白云就说玉玲哦，最近好忧郁哦，他就讲他前妻的事情嘛，我说好，那白云哥让我陪你喝两杯，然后说国碧走，我们一起去喝。那国碧就好像有点尴尬这样子，我说国碧你干嘛啦？你现在怎么越来自己越来那种感觉越来越奇怪，然后越来越疏远的感觉，然后就慢慢往后退。他说不行，他说我不能喝，他说他不能破戒，好，他说他对他老婆有过承诺，他这一生这一世呢，他的生命就是属于他老婆的了。真的讲这种话出来？他是这样讲，这是他讲的吗？这是他讲的。刚那句台词是你讲的？对，然后他就飞到，他就离开了。飞到，受着我们离开了，你飞到吗？沈玉玲，你是不是觉得你穿这个衣服讲故事更有活灵活现？而且我穿这衣服，觉得今天妙语如珠。这一次他们两个练舞的情景，我们有拍下来，然后播给大家看。经过一番讨论之后 ，Kimiko 老师这一次打算将马国碧夫妻打造成台版的 Jay-Z 还有 Beyonce。哎，除了都是夫妻之外，我真的看不出来有哪些的共同点呢？一开始光是培养他们的默契，似乎就碰到了不小的问题。明明是性感的抚摸，哎，怎么变成有种在帮老公擦背的感觉呢？经过 Kimiko 老师的训练之后，没想到马国碧也可以跳得人模人样了。看来他越来越有可能成为台版的 Jay-Z 哦。反观台版的 Beyond， 哎，似乎没什么顺利的感觉呢。没有舞蹈基础的 Joanne 跳起舞来似乎真的有一定的难度呢。但经过一番苦练之后， Joanne 也渐渐的进入状况了。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台版的 Jay-Z 还有 Beyonce 的精彩表演。太太好像蛮撑得起来的啊。我不想看，不想看。他进步很多，蛮值得看的啊。马国碧刚那是什么东西？我这一点点。你砍自己那招是什么？砍四下。就是告诉大家，你跳过街舞吗？啊，你跳过舞吗？我也很少跳舞哎，所以是谁叫你摆那个讨厌的样子出来？因为 Jay-Z 他是一个饶舌界，干你什么事？Jay-Z 怎样又关你什么事情？问一下你。所以我必须要有 Jay-Z 上身的那种感觉。Okay. 所以你的戏份不多，对不对？我很少很少很少，就一点点而已。所以看一下，可以看一下。九恩看起来是很不自在，对不对？让他耍出那个。他是真的不会跳。我一开没有一开始真的跳不下去，因为看到他就很想笑，根本就没有办法，就是有那种煽情的感觉。老师也说叫我认真，我就很认真表情，然后他们两个人就笑得很开心。对啊。所以我刚刚那个影片里面他是认真的。他是认真，这才可怕。是。因为他其实我想很久，为什么会是这个造型跟这个舞，是因为真的没有其他的造型让他看起来是有态度的。因为他整个是一个很，其实他，我觉得是排舞对他完全改观呢。因为我在习惯排舞的时候，都会先了解他们两个的个性，想说什么东西最适合。就我没有想到，就是这次排完舞，我觉得
他真的是可以嫁的老公哎。是啊。对，就是。他是个好人。是个好男人，不止好人而已，所以我还蛮惊讶。但就是因为太好了，所以他一点都没有。没有杀气。对，没有杀气，没有态度，所以想了很多方式把他整个人逼出来。OK。对。所以那个后来九渊有克服了那种不好意思太性感的那个。我只能说，我觉得他是我喝过、看过喝最多提神饮料。一直喝提神饮料。他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我不知道喝了多少提神饮料。是很累吗？各个牌子很累，因为我本来就很少运动的人，然后又要大甩头啊，然后又生理期。对，然后我第一个八拍，我就觉得我已经快晕倒了，然后就要赶快喝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种提神饮料。可是我觉得他头发如果用力甩一甩，应该就还可以蛮可以骗一下观众的。应该可以吧？好，欢迎两位，请上场。加油！Now I run the bass, hi-hat, and the snare. I used to bag girls like Birkin bags. Now back beat. Boy, you hurtin' that. Brooklyn Bay, where they birthed me at. Now be everywhere, the nerve of rap. The audacity to have me with them curtains back. Me and B, she about to sting and stand back. Baby, seem like everywhere I go, I seek you. From your eyes, a smile, it's like I breathe.我有些事情要研究一下。好热哦！这个要练吗？这个要练三天吗？怎么办？怎么办？待会换你们跳，我们也来跳一次。我真的不是很懂马国斌他们在跳的时候，为什么有一种到后来慢慢僵持。我跟他们都很像发条玩具，然后最后没拨好，还在打完了，还要唱。配合不到了。什么意思啊？哎，你是不好意思打他是不是？你到底是要打还是不要打？要打不到，要打，但是是要等他的节奏才打。
对，不是为什么不能像他们这样，就是真的打着打下去？其实也应该后面再一直打也比较好。你是不是很不好意思？啊？就对啊，到底是怎么了？我觉得是你的责任啊，因为他们看不到你，是你在打他的啊，你就打就对了啊，你在犹豫什么？九恩的腰好像也下不去的，因为九恩要下腰之前，他讲，你有看过吗？那个小表情，他觉得摇头，他打屁股的时候，他也在关玩具，玩具，走到后来没有放掉。你那个最后到底知道他会干嘛呀？其实他就是一个态度的东西。然后因为其实像他们两个，就像我们刚刚讲，他们俩真的是国宾比较有节奏感，可是觉得是第一次跳，第一次表演，所以他光是记动作，然后还有体力负荷的问题，已经把他整个人都忙到焦头烂额了。所以国宾其实要帮他数拍子。对。那所以我们其实从头到尾，而且我要先说，你刚刚根本没有在拍子上，没印到。临时表演，他练了三天，对不起，他浪费那个老师三天的时间。哎，不要瞧不起他们，因为真的就是完全没有节奏感跟舞感的人啊。你光是用他那个 U， 我们瞧那个角度也瞧，为什么三天？因为当时这个 U 大概瞧了一小时。因为我一开始是这样子摆照，他说这样不好看，没有王的感觉。哇，一副那种很屌很厉害，就是那种。有，他有态度，找态度出来，他那个表扬他，跟他通常的那个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人不一样。因为其实为什么会让他当 Daisy， 是因为其实我觉得他某方面，如果他凶起来的时候，他有一种有一点 hip hop 的那种态度出来，而且样子。那他在当中一直数大声数拍，是你教他这样做的吗？对，我就教他大声数，因为其实他，所以我说他是好男人，因为其实他给九恩很多的安全感。那是，而且他甚至就是为了陪他，他男的女的舞步他都学耶。OK， 对，不是我在跳女生的舞步，从头到尾都是两张椅子，然后就把我抢过去，然后跳给他老婆看。所以其实他是男生女生舞步都学，以后回去教老婆。然后又练自己的舞步跟动作，所以这次我就对他很感动。念，我们要用念在真情的这个部分，是用一个真爱的态度，互相扶持的心情。有，他们有做到，就是其实表演最重要就是两个人。可是他们俩就有一种彼此好像很不好意思碰对方身体的感觉啊，有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两个其实彼此之间还有火花哎，因为他们两个在互相看的时候，腼腆的感觉，还是会有小。而且我有问九恩，九恩说他看他还是会有小鹿乱撞。真的吗？厉害哦！那老师，你有叫他打下去吗？有，其实就是那我可以做吗？因为实在是怎么样的？他那个其实是男生的那个态度，所以我那时候叫鼓励做的时候，对，其实你看。男生其实在这个位置，然后我在叫的时候，我是叫他 touch， 啪这样子的感觉。哦，对，你有做到吗？对，我来。要怎样？你要很好，因为其实我是就是侧脸侧脸，男生对女生一定要有点野一点。对，这个位置摸下来，然后你不。因为光是那个打屁股，其实四个男生不一样出来的话，很容易就是变得有一点色老头，或是太对。是是是。所以年龄层就是完全会是不一样的表演，所以光是他连摸九恩，而且不能让他的衣服被他扯下来。嗯。所以他们其实扯很久，是让他们花很多时间在让他们两个看起来，以完全不会跳的人来讲的话，做出最安全的表演。所以九恩刚才那样子练习后，你现在有比较勇于展示你的性感了吗？还是会有点害羞。在家里会还是会不好意思挑逗他，是不是？从来不会，都是他挑逗我的、啊。我会洗完澡，然后就穿了那个丝袜，然后网袜，然后跳艳舞给他看。他很会跳艳舞。是哦，穿丝袜。没有到这么夸张，但是他就是会磨。
就是模仿，可能就是围一个浴巾，然后出来就跳，然后那边磨蹭。对，磨下、欸。这个我想看哎，下次我帮你看。所以马国炳，你刚才看到太太这样，就是终于敢耍性感的时候，你有很高兴吗？在学这个舞的时候，一开始还蛮就是蛮担心的，因为他是完全没有舞蹈基础。可是看他就是一直在进步，就觉得还蛮开心的。OK， 至少他愿意这样做。好啊，希望有增加你们夫妻情趣。好，接下来是李永贤跟 Alex 练舞的片段。不愧是有舞蹈底子的李永贤，一进到舞蹈教室就自动自发的做起超专业的拉筋动作，甚至还带着艾利克斯一起热身。由此可见啊，夫妻两个人的感情真的有够好的。虽然两人都曾经跳过国标舞，但是从来没跳过 salsa， 所以也只能从基本动作练习喽。配上音乐之后，夫妻俩还真的跳得有模有样的，看来基本动作一点都难不倒他们呢。没想到看似简单的动作，竟然让咱们艾利克斯的夫妻尝到了苦头。在经过一番苦练之后，是否可以顺利克服难关，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厉害！林永贤就是很会跳啊，他很喜欢跳舞。我看到 Alex 好心酸哦，你开始跟他脚底下脚，他在做下腰的时候，他好累哦。对你硬，你很硬哎，我真的很硬啊，我非常非常硬。你应该很辛苦吧？这次我觉得跳舞对我来讲是很辛苦，我很辛苦哎。其实我讲到跳舞，我会有点怕。是，所以你有危险动作在里面吗？这一次有两个比较难一点的。可是看起来练舞过程中已经克服了。我觉得反正就是要练嘛。然后假如我练不下去，我会被他骂。所以一开始他的专长，他一开始拿着棍子是哦，那是因为我一直在动，要维持双，因为男生，所以我知道为什么永贤会生气，因为在 salsa 里面男生很重要，他是 leader， 所以如果那个男生没有力气的话，女生在跳 salsa 事实上会非常辛苦，等于一个人跳舞。所以你懂了是不是？现在还好，可是看完今天前面两队，我还越来越好。讲实话，他真的，我没想到他这两天以内就可以把一个舞蹈练好。他真的有练到，所以这一次有，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第一次有练国标舞，那是我第一次，我练了差不多十几次哦。对，那是六年前，对，然后因为我很紧张，我一直跟老师说，反正我们就是要一直排，一直练，一直练，然后就跟经纪人说什么通告都不要接，反正每一天要去练。哇！然后这次蛮临时的，两天我有点怕。是。至少你的外形观众看了会比较开心啊。对，那我们就不要跳。所以我就跟他说 ，Salsa 你就是忘记什么动作，你就摆帅的 pose， 對對對，然后你就扭舞就好了。你就看我就跟着。讲什么、啊？好，李永贤，接下来上台。好厉害哦！
好漂亮，好漂亮。职业等级了哇！哎，你们两个不是说他们跳完你们要下一次？我觉得我们还是学你们那个好了。刚刚那个也太厉害了吧！那个脚跨上去，你怎么突然就转到，然后变成另外一个那个？你那怎么弄的？就是那个，就是最后老师昨天放进去的，因为他说那个 ending 一定要做的很精彩，要有个 trick， 因为他说前面 salsa。就是扭来扭去，扭来去，只要一起到最后要有一点 boom 那种感觉，所以本来要我丢他三圈的，可丢不上去。三圈，你作为背景不错哎。对。就是因为它很亮，然后你就躲在那边还。其实老师也跟我讲，老师就说那个李老师 David 就跟我说，假如你要忘记的话，你就后面。摆 pose 没关系，因为大家在看永贤，没有人在看你。因为你老婆跳太好，但是我们偶尔余光瞄到你，你至少就还是蛮帅，站在那边。起码有动。近距离看 Alex， 其实他很僵硬，可是他起码就是撑得住那个场面。在镜头前，我觉得他们两个有个好处，就是他们两个身体很自在。对。不管跳得好不好，起码是很开心。很开心。特别是像刚因为很多手的动作的话 ，Alex 不知道，可是他的脸，他那个把永贤拉进来，额头就贴他，那个感觉就很像拉丁电影里面那个画面。很甜蜜，就很漂亮。谢谢老师。然后你很厉害耶。没有，这是专业舞者。哪有？真的耶。没有，我以前就从小就是学舞蹈的，可是没有学国标。后来是进了演艺圈，就是有几次活动或是节目有机会可以学。我觉得真正厉害的是沈玉琳那一组吧。你在他们后面跳，跟你像疯子一样啊！国际化，帮我们安排在后面一定有道理的，因为制作单位在排练的时候有看到我们，也有看到他们，对，所以他们会做这样安排呢。就哎，可是我们是有困难度，那个丢不简单的。然后永贤体质比较大一点，什么？你是说刚刚有停下来想一下的？体质比较大，像假如我是丢洋洋，很简单哦。他刚刚有一个，我丢他，我可以丢一整圈，应该一圈没有问题。可以丢两天。其实应该是要丢360度，对，应该是要转一整圈。对，他只能接到180。可是已经超厉害了，要不要再转一转？不要。你刚刚有一招，你扛他扛得太吃力，就是他本来下来，你要把他这样举起来，你那边有点远。所以我跟你讲，就是那一次他踩到我的头发，然后用力拉起来。因为他就是，所以我现在都很故意要很远，然后我怕他这边踩到会有点久。因为你那边就是你有。是这样子的感觉，就好像女生有多重，那边比较有点过分。对，应该是轻轻的拉起来。不过整个安排很棒，太国际化。我们老师很厉害，对，别的老师很厉害，谢谢。我们为什么把沈玉琳拍在你们后面，就是因为如果你们跳完以后，然后节目够长了，那就刚好。对，跳的舞蹈，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老师，我们同一个老师，同一个老师怎么能够忍受你们两个？我们同一个老师，然后我们第一天去练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玉林哥，是我们练完，他们说玉林哥等会会来，对对，可是我们还是没有遇到，是第二天早上，昨天早上碰到，后来你们来的时候超精彩的，你们来的时候我在练，超高难度的，我在那边踢的时候，我看阿力哥是脸绿的，对，为什么？因为他紧张，他紧张，对，他们会紧张，他觉得我们的实力相当，所以。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跟你讲，我们要帮这个节目做起来，我们要帮节目做起来，超厉害的，我懂，高难度的。啊，既然他们帮你们背书的话，那就我们勉强那个 ，OK， 我们先看一下你们练舞的片段 ，OK。对于舞蹈一窍不通的玉林哥，舞蹈老师到底会安排他什么样子的舞风呢？自认体力好得不得了的玉林哥，面对老师的安排，各种国标舞的动作啊，有办法顺利完成把它学起来吗？练了几次之后，玉林哥似乎已经渐入佳境，哎，不管怎么样的动作都可以顺利的完成，真的是好塞雷啊 ！OK， 好，但是膝盖可以弯一点点。对 ，OK， 因为你们可以让他下一点嘛 ，OK， 那可以看到镜头吗？我看到镜头，很容易看他的乳沟。练习的时候也不忘调情，哇塞，玉林哥真不愧是情场浪子。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一旦搭配上铁达尼号的音乐之后，哇哦，沈玉琳夫妻马上变成了杰克跟罗斯一样，好不浪漫呐、啊！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他们现场的演出。好，可怕了吧？这么慢，蛮可怕的。我们就是只看 BGM 啊。我穿上来干嘛？有没有很像是电池没有电在跳舞？一直有一种你就很不想举它的感觉。那个练习啊，稍微比划一下就好。所以有快有慢吗？
不会都是像影片中那么慢的，那个是一个暖场，然后由慢变快的时候呢，一定会吓死大家，因为那个快就离奇，真的。给你给我劝你不要再讲了，真的啦。转圈那个期待了，转圈那个真的要小心了。会，我要注意。好，沈玉琳还有雅雅上，加油！加油！是你没有，你不要叫我接，你不要叫我接，你凭什么叫谁的原则？重嘴！从明天开始，没有人跳街舞，你知道吗？没有人跳了，课程全部停止。他从第一个动作就差点要跌死。好多下一句。啊，翻过来之后，两个差点跌倒。而且老婆转圈差点把你眼镜打飞。你抱着他下腰的时候，你快要站不住了，因为他太弯了啦。你要跟着下去，差不多就可以嘛。我的天哪！可是他旋转好几次，他都完成了耶。对呀，这是很好奇怪哦。在特技的部分都是有完成的，有完成，有完成。我第一次在一个表演里面看到不离不弃的感觉。有难度，有难度的，这叫模仿不简单，真的太奇怪了。因为真的就是。其实他们两个真的是不会跳的人，所以像刚刚 Alex 说他要抬雅雅，其实反而更难，因为雅雅不会自己 hold 力道，所以其实玉林哥是真的 hold 不住他。然后我突然觉得，你怎么敢跟玉林哥一起表演？你有没有看到一开始的时候，雅雅不是要往后退吗？雅雅有点不稳了，他死命的，我看你看不懂那个，而且因为照理说街舞他们还是要有一点近距离，可是雅雅不敢靠近他，因为你知道。他被踢。因为
因为我们 David 老师跟我讲说，动作记不得，你就把动作夸张夸大。那因为街舞是一种欢乐快乐的感觉，他要随时就是用你这张蹦蹦跳跳的感觉。你已经变一个凶器，你没有。可是玉玲，因为我昨天看的时候跟今天有不一样，因为他练舞的时候他真的是还蛮放松的，今天他刚是拿出全部力气，其实还蛮感人的，就是。可是他老婆也在旁边几个那种僵尸复活的动作，哇！我觉得沈玉琳太抢戏，我没有控制。他老婆也蛮惊人的，你知道吗？他今天的表演非常像那种恶搞，就是经典舞蹈电影里面会出现的桥段。然后，可是说真的。还不错哎，我知道，有一种垂死的感觉，有符合就是表演要尽力拼命的感觉，是也有一番风味。所以你干嘛这一次比上次跳那个基舞的时候拼这么多？没有，因为我觉得说那个大家都认为说我们是舞痴，不会跳舞，好，那我想说。那人生总是一个不断的挑战跟成长，真的。那 David 老师昨天一直鼓励我们说，你气虚了，你现在很累哈。对，他一直鼓励我们说，不管怎么样，就是好好的学啊，那当做一种人生的一个自我的一种成长跟挑战。所以雅雅，你有没有很感动？他完成那些高难度动作，我没有跌倒。对啊，没有跌倒。而且他旋转你的时候，其实转的还不错哎。你那时候很害怕吗？没有没有，因为老师就说不要怕，如果我怕的话，他就会不敢转。可是他刚刚真的要跌倒啊，第一个动作。玉林哥在拉第一个的时候，他我现在脚已经两度扶起来了，我好担心哦。所以他已经要跌倒，那边你也不怕吗？不过你是不是第一次被他这样子抱起来旋转？对，好不好玩？还蛮好玩的。老师旋转我的时候更快。OK， 我就说你也喜欢老师嘛。他就看老师给他转了以后，他说太装假扮了。我说你喜欢老师哦？没有，被别男人抱。那你抱他旋转的时候，你有觉得夫妻的甜蜜吗？就你有觉得有他抱得好高哦。对啊，抱把脸放在肚子里面这样转的，前面第一个。平常不是抱在这里吗？可以看，那个把他抱的脸埋在肚子里面要转的。这是真的很用力，他每天是很用力。老师这样，很少人看抱这么高。结婚以来哦，因为夫妻其实不太会，因为毕竟不是在拍戏，所以很少有机会的时候可以这样抱，除了婚礼那一天。好，所以。这几天的练习跟今天的录影哦，让我们重温婚礼那天啊抱起来的感觉，这感觉很甜蜜。对，而且今天少数看到你这么把生命的余力都炸出来的感觉。我想先告退回去睡个午觉。不行了，背是有点痛。真的有。好，非常谢谢精彩的表演。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擦起来清爽不黏腻。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你呢？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